胡先煦那哑巴帅哥的要终究还是过期了，辛芷蕾前脚刚夸完他成熟，结果下一秒，等等，容颜力大吗？等，整个人让胡先煦成熟了，可以保持啊。哥你好，哥你好，是不是可怕？我叫你这个了。就姐，因为七个人只有100元出行预算，胡先煦果断选择骑车出行。那就使用最累我自己的方式吧，我们骑车去，骑车去骑1个小时。 不是，我真的来不及，真的来不及。出发前，导演组还尝试劝阻，可他还是头也不回的骑走了。你知道你从你家过去有9公里吗？知道，骑9公里。对啊，我走了。哎，等等等，我们要跟上你，你稍微等一下。我等不了了。有一种不顾导演组死活的积极。我们快不到你啊，弟弟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歇了。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 胡先煦，这旅游还没开始就扼住了我的咽喉。现在要去肯定是旅游和学习，那我们想教你们一些有用的东西。在沙地用左手吃饭或是递东西，这个就不太礼貌。不太好。不能用左手。不能用，我左撇子。练吧。 当他和王安宇知道自己是导游后，完了，好消息，恭喜你成为导游，完了呀！开了，啊！两个人还没开始旅行，就已经心态崩了。我们假设每个人4个行李，就骑28个行李，剩下25个行李，<笑>完了。 你说的剩下那25个行李，叫我已经心态崩了，死定了！我跟你说，咱俩这导游干的就完蛋了。我们俩完蛋。怪不得经纪公司总是想把他毒哑，这孩子真是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呀。再大学最希望获得哪方面的提高？恋爱经历吧。<笑>马上要做刘昊然的师弟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学长不学长的这个身份好像并不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俩平常就比较爱聊游戏，从来没聊过学习。 对自己有着清晰的认知，角色需要40，那我还不如不演，给观众整体观感就变差了。你跟他说句实在的，我现在真演不了40嘛。问年轻又貌美，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君一席话。不要太计较得失吧，因为你失去了一部分，你一定得到了一部分。就好像你把你手机丢了，你失去了，但你得到了不开心。终于谈恋爱的哑巴新郎。我他妈的，你觉得要做一件证明你是大的事情吗？ 18岁最想完成的事儿，处对象呗。对大学生活有什么期待？住宿舍，谈恋爱。我看谈恋爱的漫画的话，我先看男主角和女主角的相遇，然后看他们在一起那一画，然后这个漫画就看完。我都比较想谈恋爱。我一定能谈上恋爱，我保证。 胡先煦是拜师撒贝宁了吧？真凡尔赛，十级学者。听你每次见我都夸我，你知道？哎呀，大宝贝儿有出息啊！正给你老整脸，正给你老整脸，就是经常能出现在各种亲戚家的电视频道里。天上六加一啊什么的。我那街歪了鸭，手四个月全就光不下岗了。没有人能影响他的发挥。特别小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学的才艺特别多，架子鼓、拉丁舞、主持人、做快板、说相声。你爸是拿你当杂技团这样的吗？可能聪明吧。 第一次在明星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文化课我就感觉我这个人不怎么偏科，我就是基本上每一科都不行。谁去世了？谁去世了？没有人看完胡先煦的采访能忍住不笑。这身上多少有点社交牛逼症。正好是年纪比较年轻嘛，然后又比如说你们也是大一刚入学，然后所以大一刚入学的。我是大一刚。对对对，大家可能比较资深的演员合作的时候会感觉到有压力，就是会被接不住戏而烦恼。会接不住戏吗？有点飘的。
主要是我们感觉其实那些工作做的还是比较难的。我太难了，一句话把记者给整不会了。看两位就是表情比较轻松嘛，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的表情比较满意？别闹了，我表情轻松，你看得见他表情吗？这就是走记者的路，让记者无路可走。所以宿舍阿姨冲进来时，你们的表情？我们男生宿舍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功课做的不到位，没时候原谅你，没时候原谅你。你也会很快乐，不是吗？你要说你不快乐，请你立刻退学，请你立刻退学。希望观众对你的评价是鼓励多于批评吗？为什么？你这不快很快的？我好好的孩子偏偏长了张嘴，童年阴影你是认真的吗？今天搭档是徐娇，你现在想跟他演个什么样的角色？那跟他能演什么呀？跟他能演母子吗？能演姐弟吗？肯定是谈恋爱呗。很好，非常好。上这节目找对象来了吗？长江七号嘛，这小男孩挺有意思的。你以为我是男的是吗？说你是个女孩，那时候给我吓一跳，童年阴影，童年阴影。用最平静的语气说最扎心的话。子怡，这是你演过的一部电影，你当时拍差不多跟徐娇现在年龄一样大吧？我当年19岁，我出生那年拍了这个戏，2000年。我这一票投给了徐娇。这就是被演戏耽误的相声演员吧，不进德云社真是可惜了。你眼中自己是什么样的？帅、阳光、可爱、很有魅力。还要我继续夸下去吗？那你觉得为什么甜甜会喜欢欧阳，不喜欢你？可能他瞎了。看着挺聪明的小孩，实际上却是个游戏黑洞。女巫请睁眼，告诉你随便刷了啊，你救不救？救啊救啊！哎，你别笑。心灵美和外表美到底哪个更重要？胡先煦的答案给我笑喷了。我喜欢年龄比我大一点的。感觉你应该喜欢年龄小小。他现在长得好看。对，我只是单纯喜欢比较善良的、长得好看的。你告诉我，现在有两个白字，很漂亮，但他不善良。和一个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很善良的人，你选谁？是要必选吗？必选。我选择死亡。看了他小时候，才发现刘星还是被写得太保守了。看看这个，您写的，是吧？是你的作者写的，忘了啊？不要拍了，这个跟您俩说点事儿。你们俩为了给我们俩合理，将来我一定打出去的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既然大家今天来那么多，又那么热情，那我就别开生面不客气的给大家跳一段我最拿手。最得意的也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一段舞蹈《招魂舞》，这是我当代的医学、美学、生物学、运动社会学、心理学以及生命科学精华，热爱舞蹈的进入人与动物间沟通秘密，促进人与自然融合，缩短人与动物间的距离啊！和爸爸去排练是差点把屋顶给掀翻了。接下来你就站在这张桌子上，别给我下来。之后的胡先煦。你这也太记仇了吧，上一秒还认不出的小学同学，下一秒就开始追着要铅笔盒了。我是王五一。哎，等会儿，不好意思，你在哪了？啊，上一道小学。我是王五一。我的妈呀，真的假的？你什么时候赔我那个铅笔盒？我那个铅笔盒什么时候赔给我？我还记得呢，我跟你讲，我很记仇的，我这个人。就问谁能拒绝不说话的胡先煦呢？